好，姐，明天上海见。拜拜，林总。林总，咱们明年广州见了。走吧，一路顺风。拜拜。 走了，珊姐。珊姐，拜拜。钱江吕爷不是在四川吗？怎么？钱江吕爷没有耐心等我，把我踢掉了。只能另求生路。一会儿跟彭总。 和陈主任吃完饭之后，我就要直接去广州。还是跟李玉搭档？对。袁大爷不休息一天？休息？打工人没有资格休息，要再休息，不知道会被谁踢掉。你的资历、业绩还有名气都摆在那儿，就算是被踢，也只是偶然现象。 没有谁是不能够被取代的，我们只能做到让自己很难被取代。市场是如此的浮躁，所有的现象都不会是偶然的。我们之前拿的那个诚信奖，在很多人眼里就是八个字：不走捷径，没有效率。有多少企业、多少公司在上市之前？ 只想在怎么样能够飞上天，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有一天会摔下来，摔个粉碎，没有人在乎的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也是一个效率优先者。我说这话没有夸你的意思，但是你真的让我意识到。 我想留给静静的，或者说，我们应该留给下一代的，应该不只有财富，更重要的是德行。那我祝你一切顺利。你也是。 车来了，吴总，走吧，上车吧。陈主任到餐厅了。哎呀，来，你这什么？孙磊，你到哪儿了？吴总临时有事情，派我去趟苏州。我估计最快回来也得5、6点钟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晚上带他们过去看看夜景吧。但是8点半就闭园了。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吗？我先带他们俩过去，你忙完之后晚上过来找我们。你弄得了他们两个吗？孩子们都大了，都懂事儿，你就专心开车吧。然后晚上见。行，那我直接过去，拜拜。好。阿姨，我爸爸又要放我鸽子吗？爸爸没有要放你鸽子，爸爸只是晚一点来。哦。我们不是说要支持爸爸工作吗？ 那你们俩去洗一下手，准备好咱们就出发了。好，去吧，走吧。你要坐靠窗吗？你不是去广州吗？静静打电话来，死活要我回去陪她带海洋世界跨年。我算了一下，先飞回上海，隔天再飞去广州，时间上也差不多，耽误不了什么事儿。我就想绕个弯儿呗。 你好像越来越有人味儿了。祈福会已经在排队，你马上就要升职了。这个时候不要再去挑动白眉的神经，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烦。
据我所知，监管部门已经在查燕飞了，力度还不小。这个时候你应该思考的是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，而不是去淌浑水。浑水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能见度很低，水不知道有多深，底下可能还有坑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清醒的时候我自己会锁门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在用各种方式保护我，有的当下能看到，有的后知后觉。谢谢你。这些话那个时候在那个小旅馆，我看到那个人用一张卡片刷开门的时候，我就想跟你说了。有什么可谢？战友本来就是彼此支援、互相保护的嘛。那你要说谢谢，我还想谢谢你。你谢我什么？谢谢你，让我对家庭的关系有了反思吧。我看到你跟你家人之间的互动，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触动。可是我做的也不成功啊。不成功不代表你不努力，对吗？我看得到你的用心，所以我这一次改签机票，也是希望尽一点心，回去多陪陪静静。但话说回来，我从来没有去过海王世界。当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我住的地方离圣地牙哥海洋世界也就两个小时车程。吴敏一直想去来着，但是我总是不答应他，一次两次三次他也就不说了。吴敏一直都是在配合你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想的是，反正以后会有小孩，小孩是肯定会吵着要去海洋公园的。那反正以后都要去呢，当时又何必浪费那一天呢？现在想想，真混蛋呢。到了，你放心吧，晚上见啊。阿姨，哎，阿姨你快来，快点过来，来来来来来。阿姨，你帮我拍张照好吗？拍张照啊？帮我发给我爸爸妈妈看。好的，来。你好漂亮。给我，快去找一个地方。好的。这里可以吗？可以。真漂亮，好漂亮，来，快，让我看看。看看。哇，真好看，我要发给我爸爸妈妈。好啊。我们到了，这里可好玩了，你们快点来啊！晚上见，晚上见啊！走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好啊。哎，你接过主题公园的案子吗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就突然好奇他们的盈利模式，真的那么单纯吗？就靠售卖门票、餐饮，还有那些纪念品，就能够撑起整体的运营费用？真的有那么多人会去吗？你一会儿陪静静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考察一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非常抱歉地通知您，我们的飞机因特殊情况需要迫降在威海国际机场。迫降啊？喂，跳跳，妈妈的航班出了一点状况。航空公司为了安全起见，给我们换了一架飞机。那算延误吗？那几点钟到呀？然后你几点回来？你先跟爸爸好好玩。我爸爸也加班呢。啊？那你吴明阿姨自己带着你们两个吗？当然是吴明阿姨带着我们俩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乖得不得了。放心吧，拜拜。好的，爸爸再见。注意安全，你妈妈的话知道吗？哦，爸爸拜拜。他们说几点回来？说要调飞机什么的，还得等通知呢。我爸爸说
如果太晚了，他就不回上海了。过几天再回去。没关系的，静静，你可以跟爸爸视频啊。可是我两三个月就见爸爸三个小时啊。那我等下一个生日的时候，我再许一个愿，叫一个永远都不会延误的专机，怎么样？没点儿。你停哪儿啊？那就不要转机，要隔任意门，一开门他们就回来了。你这个主意倒是挺好的，那就等你明年生日的时候，咱们试一试。好啊。你别不高兴了，你看你都快要把嘴撅成海豚了。他们回不来也没有办法呀，反正都这样了，我们就替他们多玩几个项目呗。谢谢你，条条。待会儿啊，会有表演。什么表演啊？飞人表演。还有美人鱼表演，待会儿等你爸爸来了，再让你爸爸表演。哎，过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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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！爸出来了，静静，快点快点，是红色的，它是站起来的，好厉害啊！快起来！着凉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娶我爸爸。你多少斤啊？60多。阿姨你呢？阿姨啊，阿姨壮着呢。停！好嘞，报警，阿姨啊，报警。阿姨，你行吗？哎呀，可以的。哎，啊，有妈妈吗？有。暖不暖和？暖和。舒不舒服？特别舒服。他们进去都快半个小时了。这么长时间了。爸爸。爸爸，你来呀！调调，我看看干了没有？站波。小笨蛋，这不是第一次了吧？这是我家阿姨这样烘的。嗯。是脱下来烘的还是端着烘的呀？当然是端着啊。端着？你几十斤的人了，就让阿姨端着你啊？她有她能端，她够不着。你以前不是也这样端着我的吗？而且你说在外面不能脱裤子，不礼貌。以前你才多大？以前你才4岁，才这么小。那现在你都长这么大了，而且以前是在男洗手间，当然不能脱了。行，那就保留到9点吧。谢谢。你胃又不舒服啊？我刚在下面看到一个面馆，要不然我们去吃点东西。不用。这袋是我给静静买的零食，你看看有没有你能吃的，还有给静静的一本书。带给调调吧，我已经打算，如果飞机再不飞，就在附近找个酒店待一晚上，明天直接飞广州。那静静多失望啊！等我们回去了，她肯定睡了，就看她一眼，没太大意义。新年期间，酒店房间还特别紧张，刚才上海的前台打电话给我说，房间只能保留到9点。等我们到上海的时候，肯定超过9点了。就算我回去了，没地方睡。所以你说，你表达的并不成功。我说那不是你的问题，因为太多时候人算不如天算。现在所有的事情大家只看结果，当结果不尽人意的时候，你再去跟人家解释你做了什么什么努力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那我帮你把这袋零食交给静静，我就说是你给她的。行吧。尊敬的两位贵宾。您所乘坐的 MU1818 次航班现在正在登机，请前往1号登机口登机。来，你还好吧？你是泡岔气儿了还是胃？
可能跑猛了，还得喂痉挛。你这脸色太难看了，你能飞吗？要不然咱们下去吧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用不用，女士，请您坐好，我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这位先生有点不舒服，麻烦给我杯热水好吗？啊，好的，稍等。你这样就算是回了上海，你也见不了静静。下去吧，你这样我真的担心你胃出血。有神经病啊！下去之前不就白跑了？你时间成本高还是生命成本高啊？你万一在天上真的犯了病，人家还得为你迫降。你，不用，我喝口水缓一缓就好。先生，您的水。谢谢啊。有点烫，小心。啊，我已经好久没犯病了。这次去东北不知道为什么又犯了。我下午也没喝酒，但现在就是不舒服。你这次从广州回来，真的要去做个胃镜，好好查一下。没事儿，我买了巨额的保险跟寿险。如果真的有个万一的话，静静跟吴敏就财富自由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静静要的不是钱，是爹。女士，请您坐好，谢谢。女士，请您坐好。你好，请问我们是又延误了吗？是的，女士，因为我们航空管制，我们也在等塔台的指令，请您稍等。谢谢啊。翅膀一样，跟蝙蝠一样。哇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它跟翅膀都窝在一起了。嗯，啊，那边这边来了一群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哇，出来了。嗯。静静，你也没有吗？没有。爸爸，我妈妈他们有没有给你们发信息吗？啊，我查过航班信息了，他们的飞机已经起飞了，但是什么时候落地还不确定。没关系的呀，就算今年不能在一起过新年，还有明年，还有后年呢。反正海洋馆还有这些美人鱼又不会消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爸爸肯定明年也有明年的事儿，他每年都有事儿，不对，是每天都有事儿。我觉得跟他玩票都没法定，我妈妈也是。对了，我高一点看好不好？好。一二三，走！你看那边有人。你看，你看，还有五角星。各位小朋友们，看过来，我们要送礼物了，赶快往主持人这边聚拢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啊，总圈数一圈半。小朋友们呢，从 A 点出发，绕过 B 点，再绕一整圈回到 B 点之后，就算完成比赛了。用时最短的那一组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获胜者啦。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
就是机器人电量不足了。静静，你怎么样？公园都要关门了，爸爸还不来。我刚给他们打电话了，手机还关机呢。哎，落地了。对，刚落地。你们是不是都回去了？还没有呢，刚上车，玩了一天，估计累坏了，上车秒睡。正好，我去接你吧。不用不用，你赶快带跳跳回去睡觉吧。明天早晨我去叫他起床。好，好，拜拜。他们怎么样？都回家了。嗯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要不要先送你去医院？放心吧，死不了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酒店怎么样？啊，说时间超过了，不能为我保留。上海人过年都不回家的嘛。那，你能不能回家啊？回之前那个别墅吗？太久没人住了，都是灰尘。那，要不要考虑住托管班？我在查查酒店吧，先下飞机再说。好。醒一醒，到了，我回家再睡。要小心，孙磊，那你自己开车小心点。好。走了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楼下餐厅的，你们家漏水了，把我们宿舍给泡了。漏水？啊。嗯，稍等一下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检查了一下，我们家没有漏水，地板都是干干的。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没错，我们楼上就是你们家，这还能错吗？但是没漏水就是没漏水啊。你说没漏水就没漏水啊？那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看看。怎么可能？三更半夜的，我怎么可能给你一个陌生人开门？那要不你们去找物业的人，跟物业的人一起过来。我去过物业了，没人啊。那没人就只能明天再说了。明天？什么情况？他不开门啊。哎，快开门。我告诉你啊，抓紧把门打开啊，要不然我一直在这儿敲。我宿舍还有俩人呢，等会儿我把他们都叫上来。哎，我们四个轮流敲，今天晚上咱谁都别睡觉。那你们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只能报警。你报，抓紧报。哎，你们家漏水把我们宿舍给泡了，我还不能上来找你理论理论了？找你理论犯法吗？不让我们进去也行，要不打开门去我们宿舍看看啊？那更不可能了。那你要不就给我们1000块钱，让我们住酒店。1000块钱，我凭什么给你们钱呀？没漏就是没漏。哪个？啊，这个谢谢。酒店找到了吗？我放弃了，我打算直接回机场，在候机室眯一会儿，明天直接飞了。那怎么行啊？
没事儿。你看到静静之后，你跟她说，就说我回来过了。你药带够了吗？够。这样，我把书拿出来，这袋零食给你留下。你留给静静吧，我吃不了甜的。行吧，那你就自己保重。我不送你了，啊？好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跟我回家。干嘛呀？你病得这么严重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呸！我死不了。你当然死不了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去住我那个一居室，我去跟跳跳挤。相信我，这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。不要，太麻烦。师傅，麻烦把我那个箱子也拿下来。行。师傅开车吧。你赶紧下车，快点。蝙蝠侠搬家了。什么？孙磊把我的东西都搬过来了。喂。喂，孙磊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你睡了吗？哦，还没有呢，怎么了？就是有两个陌生的男人一直敲我们家门，非得说我们家漏水了。那你赶紧给物业打个电话呀，看看是不是真漏水了。我检查过了，没漏水啊。本来我是想报警的，但是我怕万一报错了冤枉人家，也确实不太好。不至于的，上海治安挺好的，不会有这种明目张胆的事情。那我……哎，不用。哎，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。上次那个水管是我换的。别是因为我给换出什么问题，所以漏水了，而且这么漏一晚上的话，人家楼下也睡不了觉。我过去看一眼吧。那不行，那跳跳自己在家怎么行？陈山回来了，我跟他讲一声就行了，应该没问题。我快去快回。啊。这是卫生间，这是卧室，床单被罩都是新的，应该是孙磊换过的。面是热的，应该也是孙磊煮的。你趁热吃了吧。他帮你做的，你吃吧。病号优先。水壶里的水也是热的。屋子里有点凉，但空调是开着的，应该一会儿就暖和起来了。你不要死撑，有什么马上给我打电话。床单也换了，空调是开的，水烧热了，面是热的。你是在哪儿下的这个智能家居远程监控 APP 啊？我也想下一个。请搜索孙磊。我之前用的那个叫吴敏，后来不让我续费。你该吃药了。哎，我去。我们出差回来，他生病了，然后又找不到酒店，所以我就让他先住在这儿。我那什么，那个静静那个托管班漏水了，然后邻居找上来了，想让我过去帮个忙。跳跳在屋里睡了，你能过去陪他一会儿吗？是，我本来也是准备跟跳跳一起睡的。行，那我快去快回。
你早点休息吧。都该吃药，早点休息吧。回上海了，明早去看你。哎，好没好啊！是啊，快点！大半夜的，我们还得睡觉呢。别凑了！哎，你谁呀？我业主，不就是漏水吗？我跟你们下去看。孙磊。没事吧？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别出来，把门锁好了。走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怎么样？确实漏水了，而且挺严重的，人家墙皮全都掉了，床上被褥都湿了。不可能啊，我检查过的没漏水啊。可能是上水管道的问题吧，反正我跟人家说了，明天一早就请物业过来查。今天晚上我给人家拿了200块钱，让他凑合在附近的快捷酒店住一晚上。那我把钱转给你。行，谢谢你，别闹了，你赶紧休息吧，我也得赶紧回去了。叔叔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咱们家漏水了，叔叔过来帮忙。可是爸爸给我发信息说他回上海了，你为什么不找他？他在哪儿？爸爸在加班啊。我走了。哦，静静，是不是楼下乔妹把你吵醒了？不是，是爸爸刚刚给我发信息，我回过去，他就没回我了。爸爸可能也睡着了。你不是说他在加班吗？怎么又睡了？他在哪儿睡啊？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啊？静静，妈妈今天也挺累的，要不然咱们明天再说这个事情好吗？快去睡吧。哦，好吧。Thank you.
是冷风啊。帅妹，那家空调吹冷风，控制面板失灵，告诉我怎么操作。我去看看。跳跳，爸爸，你在哪儿？哦，爸爸出来处理一点事情，马上就回来了。你在哪儿？爸爸去静静那里呢，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现在就在赶回来的路上。你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呢？啊？妈妈没有在家里陪你吗？我看见妈妈的行李了，但她不在家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啊。跳跳，爸爸马上就到家了，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咱俩别挂电话，就这么一直说着话好吗？我刚才梦见妈妈了，可一醒来她不在。她是不是在奶奶家呀？哎，跳，你别过奶奶家去。为什么不能去啊？你听爸的话，千万别过去，你赶紧回来。我已经进来了。跳跳，喂。应该是没电了。起来了，妈妈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回来陪我呀？妈妈陪你了，过来处理一点事情，正准备回去呢。嗯，我刚刚梦见你了。你那不是梦，是真的。妈妈刚刚就陪在你身边来着。是吗？嗯，我梦见你和别人结婚了。不可能。还生了小弟弟。梦都是反的，小妹妹也不行啊！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快走，穿件衣服，走。是什么声音啊？里面还有人吗？是星期爸爸。如叔，叔叔，你在找什么呀？我电池掉床底下了。